可爱。那 平常应该在健身房里面会有做一些那种重训的时候，应该也会拿到这种。有啊，会。对，那要不要来示范一下？像硬举、啊。好 ，OK。但是这个比较重。对啊。好。还有很多啦。还有很多，那就一起摆完他的这所有的 pose 好了。好。好。你知道吗？要把长辈的需求去满足举起来，真的是非常的难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，能够去，真的是家里如果有长者需要照顾的话，是真的很辛苦，绝对不会像这个粽子一样这么的轻。但今天这个粽子，你感觉现在有几公斤吗？好，再退后，好，再往这边一点，好，这么冒险的活动。哪一位奶奶刚刚健康检查完之后，然后身体骨质没有疏松问题的，等一下举一下手。我会保护的人。好好好好好。哇，看起来就是静华一整个玩得很开心，他觉得今天不给他们公主抱，绝对不放他们回家。他说，奶奶。你们快，我知道你们。